跟一个人嘛，对不对？那团体的话就是三人一组嘛。我对这个赛有一个组别非常印象深刻的是，他有一个专门负责跳舞，那另外一个呢是专门负责道具吗？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创意的一个呈现，因为不一定说，因为它是个人赛嘛，其实你不一定说是一定要两个人就要一起上台跳同样的舞蹈，他们是有各自分工的在各自的一个组别上，然后呢各自把自己的效果都做得不错，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如果各位还有想要参加比赛或是想要参加舞蹈表演的话，都可以把这些想法给融入进去。今天大家来这边，其实不只是我自己来参加比赛，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别人的优点，要把它学习来，这是最重要的。先给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谢谢你们，都很认真。你可以看到你们都会这个舞蹈比赛非常的热情，谢谢你们。服装的部分，然后服装的话，它
音乐学